千古是我长留还有天下的罪人，但他终究是我的徒弟，接下来的刑罚由我来执行。虽然是保住了，可是从今往后就是一个废人。长留弟子听命，我白子画好，将除去掌门一职，由世尊魔岩代为接管。余下这64根销魂钉，由我来承受。